怎么样？他就是那种默默无闻会在旁边的，就是不会引起你注意的，然后就没有说多大的热情。那很适合当陪伴犬吗？啊，对，他就是乖乖的在旁边这样子， 啊也不会来吵你，然后也不会说啊呢，啊当然会吃东西，吃零食的时候他会很兴奋呐、啊。那你家番猪妹，招几家番猪妹，你可是啥？哎、欸、，Windy 的嘿 Frida 啦，三八啦，拢三八的呀、啊，三八组的啊。你叫他 sit， 按在屁股。真棒！嗯，那、啊、你牵他走。那还有顺从，还不错。